太太。Hello， 欢迎收看魔术 Channel， 我是 Devil。 今天我又找到一个超酷的东西，就是这本动画书，封面是一颗球，然后就有一只狗狗，然后主人把球丢出去，狗狗要把球接回来，发现怎么是，接到一盒盒子，打开来，出现真的戒指，哇哦，超猛的动画书。OK， 今天的企划是我串通了很多朋友们一起跟我来整小海豚，我让这本动画书向他求婚，超荒谬的。因为小海豚他人很好，我们就想要看看他遇到这种事情他的反应会是什么样的。朋友跟他求婚，很认真的那种哦，我们会塞很多梗在里面。OK， check it out。那今天有设定一个 dress code， 就是我们的服装设定是设定魔术师，完全是一个我的主场啊，只要穿我平常衣服就好了，太好了。我今天可是很认真的穿着平常表演的衣服。魔术师在哪里？有没有？有没有看魔术师的舅舅倒挂这样走在路上？你知道我这哪来的吗？跟我家狗借来的。各位现场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法国巴黎的魔术师 Yves。Now watch， 大概是这个位置。Now watch， now watch， now watch。真的有东西。我这个用心程度是环球可以用的那个环，因为你是环啊。那个是比较正常哦，那个是对。哦，你今天是宠物，就是那种充气宠物，充气娃娃，今天特价19块，这一只你就可以带回家，便宜。这边有打一点折扣了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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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发现的重点在什么重点？就是其实你跟我们家重点很配的。哇！哎呦，衣服穿的差不多。有可能哦。而且他是专门去找他看那个翻译店，然后都是专门店。你们俩是有问题？没有哎，你们这边有问题？来，走来一走。里面的有问题。没有，只有他啦。那最少不完。你问是怕他，他是有偷贼。然后在某处不够大。什么意思啦？是谁手机？是谁手机啊？哎，对啊，我看，很什么意思？是拍出感情了，你还是这是梗啊？什么？什么意思？你在变魔术吗？什么？不要这样，我已经很红了，手都红了，这是醉吗？还是你们就在对？反正你都在他的抖音上爆了。好了，我真的要变魔术了。对吗？你不要铺成那么久啦，对他变吗？好，又是他。你为什么今天只被他两个魔术啊？对啊，这是一个什么？蛋，还是一颗球？蛋，一个狗狗，把球丢出去，狗狗追回来，结果捡到是一盒盒子。哇！小海豚。就嫁给我这样子。哎呦，还没嫁我就死。他脸太认真，你转过去看。现在等我，你先自己要等你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结结了是不是？哎，好了。哎，就是可以吗？姐姐看到了，太快了，快点啦！比他走快！哇！
吓一跳，看到手机的时候觉得很吓到了，吓歪了，而且脸极度尴尬，还有尴尬死了。在一个吃泡菜的地方，然后突然被求婚，这也是蛮奇怪的。在这边还有，我要透过网络直接跟一个我今天炫耀喜欢很久的人直接网络求婚，所以就是这是一个魔术手。